这个单我做成了，你们所有人跟着我打天下去，你们所有人跟着我好好吃好喝，老婆孩子越看头。做生意没有那么容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当兵的傻，咱当兵的一根筋，咱不想别人的不好，咱觉得都是好人。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小子，味道不错吧？给我洗干净，再把大便给我冲干净啊！嘿，我他妈说你呢！我说老三，哥几个都起来，再讲讲规矩。老实点儿，来来来，师傅。